garbage to get a shower.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个编舞的概念，好的。好，我们的猫咪世家，来来来，谁要负责代表拿个麦克风 ？OK。来，我们这支舞的名称叫沙尘。沙尘就是有一种中东的那种沙丘，沙丘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是，我今天穿的就是钉爪组合这样。什么钉爪？钉爪。呀呀呀！所以这个舞蹈编排是你编排的，那你怎么选到这首歌？它真的有在咚哒哒咚哒吗？它真的里面就这样唱吗？对，真的的。真的。呀呀呀！所以你怎么哪个时候听到这首歌的？那个 BigBang 的 Top， 因为之前找他 solo 曲啊。哦。这首歌好赞。哦。这是他自己的 solo 歌曲，然后就觉得这个风格一听到就很想排，就排出这样的感觉。一直压压怎么样？欧美的压压压，习惯屁压压压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小光老师帮我们讲评一下。